好，现在我们配合所有的白金旅行者，我们同声开口，透过雪山频率，将所有内心里面从无始劫来当中，这一世必定解脱清净喜悦智慧圆满此生，我们同声开口。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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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有感受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重复的，从我们的音频里面找回内心里面最圆满的心。所以此刻我们唤醒，决定此生必定解脱，感恩雪山频率，让我们所有的人们都能够感受佛的慈悲大愿力。